这腿伤啊，老婆女儿把我捧在手心里面照顾着。瞧把你得瑟的样子。爸，是不是有一批画符要运回村子里吧？我现在去。嗯。小林去了。啊？他没拉过化肥啊。绑绳子。哎，范老，搞砸了！我绑了呀。想好好表现一下，没想到大意了，绳子应该是松掉了。我信你个头啊！妈，这还有很多是给王大爷家带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事没事，路上掉的咱找回来就行了啊。这次先饶了你。走吧，大少爷。一起去捡化肥，我自己去。那你慢点儿。庄小曼，我怎么脑子里全是你？林宪，少添点柴，火太大了。哦。你好好帮我打下手，今天掉化肥的事儿就不怪你了。你还跟我计较，早知道我就不去了。你两句你还不乐意了。林宪，过来。干嘛？过来。尝尝怎么样？吃吗？还行吧。你是要把我烫死吗？嗯。